我操！当你切除了灵性，哦还好，剩下的就只有死亡。革命不容变更。多打了四点伤害才，才四点伤害啊！女枪辅助，我操！刚才不得玩女枪辅助？定点一抓上，定点一抓上，你要超火点英雄是吗？不找大咪了，还是找大咪吧，我觉得。你的架构不靠了，下一次迭代更新他们就不使用了。能快点来吗？不来他死，不来我就死。他要换我的，说实话还行，还挺痛快的。盲草这波连招还挺流畅的啊。仁慈在原计划的代码里没有明确的指令。哎呦操，坏了，还行，回家买装备去。被他开眼二弟抓了我一波，打了我不少招式技能，然后被他杀了，被然后把我打回家了一趟。哦，还行，开播提醒发一下。刚才我去抹风油精去了，刚才蚊子咬了我一口。刚才好像开外卖的时候忘了关门，露了个门缝，进来点蚊子。哎呀，挺难受的，说实话。刚才我开门的时候，门好像没有关严，露了只蚊子进来，叮了我一口。我操，丢雷老猛啊！二级抓上，定点。坏了，下路崩了。先补刀发育吧，这把第一把慢慢玩，先热5分钟手，不着急。房管群拉一下988哥呀，我没在群里边，988让他们拉你一下，我没有在群里边。我没有，我不知道啊。我没有 QQ 房管群，那群早就不见了。现在他们有个微信群，微信拉你。我没有在，但是我没在群里。这里边我知道他们的地方，我走在路口。哦，那群你想进就进呗，那群已经荒废了，那群大家都上微信了，那群没人说话了，你想进就进呗。我知道你说那个，你想进就进呗，那群已经荒废了。我给你拉你也行。
这银行账来了，这又操坏了，我要死。哇，从未有过如此美妙的开局。他们微信上倒是有个房管群，反正我这个我知道，经常聊天的。哎，我去，好起来了，我操，牛逼。哇，从未有过如此美妙的开局，请为我欢呼。我们从5-8打直接打到10-8，直接领先了两分，还牛逼！5-8直接干到10-8了。等元气化的彻底根除，我就去睡觉。你重新接入我好，可以。我最不怕的就是有夜路。提枪单杀月母，牛逼！找石英塔皮，哎，还我操，这，哎，那也得回家了。这波塔皮吃不了，他见机活了，没事，已经够了。少吃一层塔皮有点伤啊，阿Sir，不过装备正好，倒也不亏。成大事者岂居小节乎？下把看枪虎路，刚才说刷三个火箭，再刷一个火箭可以吗？下把给你来把女枪虎路，因为开播玩女枪虎路会掉人气的。你懂我意思吧？再来个火箭，再帮给你来一把女枪辅助。哎呦，坏了！哎，失误了，兵线卡那了。好，今晚剑姬能帮我推回来。好心人，剑姬帮我推。我风女辅助比女枪辅助厉害，女枪辅助吃队友有点，风女辅助不吃队友。这没有贪，谁他妈贪的无眼？他妈有病吧你！你他妈才贪的无眼呢！刚才大哥问我什么愿望，我说拿超火。女枪辅助一般都会放在后半夜玩，女枪辅助会玩，会有这个传统节目，但是会放到稍微靠后一点的，会稍微往后面拉一点点，能再坚持一下。快掐的可以啊，王桑。没蓝了，我操，怎么死？我没蓝了。操，这韩娜这么猛，我没蓝了，没办法了。他们换线了，好像亚索上来了，牛逼！经典换线针对，他们换线了，亚索换上来了。我说的呢，亚索应该打不过我，我有海妖了。开眼还好。魏因不是特别怕凯隐，但是凯隐已经抓了我四波了。
丫头走了就拆塔吧，让他走。他走了，把一塔给拿了，让他走。但凡玩吧，我们中路有个大爹，但我们的也跟夏不太会玩。可惜，再往前一步就好了。我这波知道卡纳肯定会下游走。他肯定会下游走，卡纳特别喜欢支援，那咱们呢，咱们就顺势拆塔，对吧？他支援他的，我拆我的，队友去享受游戏的乐趣，而我拿游戏的成果。杀狗封墙真无解，杀狗封墙真他妈变态技能，操！敢问大哥喝了多少酒呢？喝了多少今天？几个菜啊？我操！这亚索跟凯隐跟他们有病一样，说实话，跟他们精神有问题。别说了，别说了。这个九八八确实看很久了，都是直播间的老兄弟、老朋友了。今天小隐了几杯，有点微醺，大家给个面子，别不要争吵。他在我直播间应该是不是十二级牌的。还行。这凯隐亚索不是很好打，这俩逼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凯隐加亚索，作为一个 ADC 来讲，不太好处理他们。我会打破他。一会儿去找依赖吧，依赖找完上关键。老板说想找大咪，但是大咪没回复我，可能是碎了。这坎纳没死过是吗？提枪单杀月魔，一直就死了一回，再也没死过了，真牛皮！今天必须弄死你，真猛！我操！对面出全力了，我还没出力呢呀！大爹怎么都在我这边呢？太牛逼了，不用我出手了。你干嘛？
哎呦，你干嘛？然后跑不了。那风墙太烦。这盲僧虽然他操作不快，但是精准。这盲僧，这盲僧应该带个疾跑玩博尔特回旋踢。这盲，这盲僧的虽然没那么快啊，但是很精准。没事，攻击里边卡被动这盲，精准而优雅。Shut down.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n inhibitor. 我执行最后的对决。还行。没关系，你喝不喝酒都可以说话的。你不是跟喝不喝酒没关系，都可以说话的。我防范影响社会。机器永不停歇。操你妈！这风墙真烦啊 ！Oh God, motherfucker shit！ 这傻逼风墙，哎呦我，还没消失呢！啊，这英雄真恶心，风墙真烦啊！哎，这风墙真烦。承上你的性命。这边 A 死，那边我开表，他们都得死。说实话，四秒钟封墙就相当于四秒钟无敌，对威胁来讲，四秒封墙就是四秒的无敌。能量水平已稳定。Legendary。喝的什么？喝的柠檬茶。可乐、雪碧、柠檬茶，亲爱的女士，喝点啥？打野不一定是代练，这中单板逼代练，打完举报。中单卡特，妈都不要。